我撳著咗 OBS， 但係未開 Facebook， 不過 Facebook 等緊佢 load。收到。差唔多啦。阿雪，你想打呢個對人啊，定係打新嗰個模式啊？我唔知喎。撳著咗 OBS， 但係搞掂，見到啦嗰個。等緊。出咗。影人係好啲啊！用 Facebook 去。唔係，我話係對人啦，定係對新嗰個模式？玩新嗰個模式，定係對一隨機者做？我屌！我想攞，我想攞教剪刀，我未開就 keep。哎，屌！而家出差唔多出撚嘅先，出咗街先，攞翻部電話睇下覆留言，有冇覆唔到？你有冇聽到我？未，我用 page 出喎，因為。都可以聽名㗎，係喎，打漏咗喎。咦？點啊？究竟係咪出緊㗎？發生緊咩事啊？我見到就應該係未出嘅。OK， 我都見到自己係未出嘅。啲馬灣真係戇居。咦？好似又出咗咯喎，終於。因為我覺得他咪知道屌，係出緊嘅，係出緊嘅，未，係出緊嘅，唉，終於搞掂，係出緊嘅，等我改翻個，唉 ，Facebook 真麻煩，誒唔係，我見到 ，OK， 唔掂喎，我自己撳唔到自己屌。先，我再去過，反正都要等人入，反正都要等人入。跟住點解錯手撳錯就咁樣鏟牆有排笑？咦？好似又出咗咯喎！咦？冇事喎，可以繼續。等下先，今日，喂！打唔到字喎！今日試玩新屌，反正都要等人入，咁等多陣。試玩新 keyboard， 打 worship。我都係唔記得撳踢你頂極白痴。我都係覺得你係應該唔會記得我。唉，對唔住咯，嬲你。嗱，踢住先。你喺回應度踢我冇乜意義喎。等我等啦。有低 B 嘅發生，你喺上邊咪直接寫咯，捉埋 Jackie 嚟試話，捉埋 Jackie 配裝咁樣，我會睇住你俾人吸榜噶啦。食屎啦！講裝甲幾優秀程度，得個前個好過你。我頂頭佢唔俾我咁樣，哎唔係我落到，哎尾落到㗎，實落到㗎。唔係啊，平時有時咧 page 嗰啲踢唔到啊，不過係手機版問題，我覺得係叻啊，死咯人話叻喎，今次出事，我落咗四 map 頻寬嘅啫喎。係咯，我照足翻 Facebook 嘅要求，佢攞幾多 Mac 我就掉幾多 Mac 出嚟用。今晚我係玩新 keyboard， 考交慶啦！今晚有新 keyboard 玩，但等多一等，不差唔多，見人都差唔多咩？第17個，哎、我寫埋88咩啊？我幫你 share 先，佢冇喺我 Facebook 出現。但係感謝，黐孖筋，我寫埋88出到嚟 ，click 卡都搞下搞下都玩到。差不多12點，跟住覺得仲要 set 埋 OBS 少少嘢，因為我撳翻少少設定歸呢一度，有丁點唔同，但又唔係好大分別。唔緊要啊，唔係喎，我咁用電話睇留言，我仲未撳啲。低 B 就不過唔緊要啦，呢個都小事。好啦，收到呢個 Logi 寄過嚟嘅呢一個咧 G43 Carbon 嘅新款嘅 keyboard， 佢
咁啊，大家都知佢不嬲啲機械族咧，用咗自己去設計啊、研發嘅 character 呢一堆嘅機械族咧，就佢哋自己整嘅。咁啊，有名叫 Roma G 啊。咁今日就想試下佢咩叫 Roma G， 因為事關其實好多人都知道，我公司係冇，係冇賣。咁究竟係咩？其實我自己都唔係話太過了解，所以我決定今晚同大家一齊試。通常試嘅我都係直播一齊試，我好少話特登偷部視線，即係除非。咩啦？如果唔係就唔會俾你哋見到咁多 John Driver 嘅前景出現。咁啊，順手講埋先。咁我平時自己嚟見到呢一隻咧，我用個青族鍵盤嘅，咁打字就打個啪啪聲一定啦。咁但係我發覺變唔到一把利器出嚟，都係低 B 嘅。唉，屌！下次買把 cutter 俾你啦，3M 導胎合金 cutter。你食蕉，關關好靚㗎，湯汁味唰唰聲㗎。要開你的辦法總是有，我不信我這麼辛苦開你不到。我私人 sponsor 一支 cutter 給你了，最多我叫我同事去銅鑼灣幫你買了。不用，我剛剛才台灣回來，因為我也想試一下銅鑼灣啊。台灣屌，我聽到台灣頂你的肺，打你的鳳啦，直至都欸打開耶、yeah。咁啊，叫一支413 carbon， 咁我諗佢 carbon 咧，肯定係 stand for color 啦。哎呀，拎出嚟先。手勢幾聚嘅，嗱我真係全身開出嚟啦，冇撚露點 ，OK。咁啊，兩即係例牌啦。如果你有玩開 Logic keyboard 咧，或者依家新嘅 keyboard， 好多時都係跟兩條 USB 線啦。咁其實佢跟兩條並唔係話。講緊呢一個唔夠電啦，係講緊佢係做多一個咧 USB 類似延長或者 hub 嘅功能。咁個 USB 另外一個點咗喺呢一邊呢一度。咁其實就唔使驚話佢佔用多你一個 USB 嘅。咁其實不過我見好少人用呢個位嘅 USB， 我見好少人用，因為其實咧好多出邊外國其實好興咁咧，將自己嘅 mouse 駁落呢一個 keyboard 個位度咁樣行。嘅係啦，咁因為可能係我唔知係買咗擔心本身 keep 即 mouse 嘅條線唔夠長啦，或者 forever 或者乜嘢啦，即係我覺得係咁啊。甚至乎你可以話我近近地將隻 USB 嘅手指啊 cut 吉落去啦，或者好似我哋呢啲屎忽鬼咁要直播嘅薄 cam 啊、薄麥啊 cut 都得嘅。咁啊，今日我唔鬼試呢個，因為我支麥咧就薄咗落去我呢一個位度，咁我得翻一個位用，如果掹鬼咗佢咧。就變咗我要將支麥掹落去嗰個位咧，就好似有點嫌麻煩。我擺翻啲咩走先？好，即刻就可以對比翻咁兩隻 keyboard 嘅咩啦。咁先講 size 先 ，size 就，喂，一擺落嚟就唔係好咩，就好明顯地咧。如果其實原來隻 G413咧，同我隻 Fuco Top 墮低。好像再小隻少少，但唔係爭好遠。size 嚟講就差唔多，但係咦幾正喎！佢呢個位係，喂睇下先，係啦。佢呢啲位叫乜鬼？喂，真係其實望下呢啲位叫咩？我頂啱。等陣我依家望住三個 mon 都係你啊！你知唔知啊？嚇，冇咁樣啦，好嘻嘻。咁啊 ，Jacky 係邊位？我啲WWS 嘅戰友磚頭，佢陪我打 WWS。咁我都因為我完全唔知道用咩方法去研究同拆解呢隻 keyboard， 所以我決定揾機打。你等我一陣，我瞄一瞄你個 sky 個位先。你頭先同我講，瞄一瞄你嚇、啊，你瞄咗個 sky， 你點聽我講嘢？咁我開咗個直播。直播咪有時差，你刪撚咗個直播條聲嗰個啦。啊，都得啱你啱。不知道按了什麼就大鑊，喂，等下解決。好。好啦，你剛才跟我說什麼位置，我現在在看。那平時我們的 keyboard 呢製造完好像它會凹下去這坑，那它這個不是一塊板過，那跟其他牌子你見可能 Corsair 那些好像或者什麼，那它其實你知道 Logic 的設計包都用了這些很久，基本上我第一次接觸 Logic 的 keyboard， 你問我之前那些 character 我基本上答你不到，但是其實如果有人有人有留言，我係睇唔揾到喎，啱啱先醒覺。咦、yeah, 喎，有人話叻喎。係啊，好叻啊你。但係算好叻咩？
我唔知點解你個直播依家先至去到銅鑼灣同台灣嘅分別嗰度咯。嚇？咁都幾撚大嘅 delay 嚟㗎，起碼有兩分鐘。喂，唔理多解翻條線，兩分鐘 delay， 一分鐘咯，你多。咁都比我想象大，因為 YouTube 就一定冇咁多。示範，有人叫你示範點樣打字打個白白聲喎。嚇、啊！打字打個啪啪聲，我俾人打喎。你知唔知我啱啱一開始買隻青族 keyboard 翻屋企咧，係真係俾我老母鬧。我已經唔記得咗個 keyboard 幾時，我已經唔記得咗個 keyboard 係乜嘢。我呢隻 keyboard 其實我用咗好耐，用咗。咦？我係咪應該依家呢一刻 out sponsor out support 啊？我係藍族啊！我嗰隻係 TT Sport 嘅藍族。咦？哎，你試緊 Logic 喺我講過用 TT Sport 會俾人打㗎？唔會，我啱啱先講完我自己嗰隻 feel 感。得吉翻前面先，冇咁唔方便。哦，一吉落去已經係彈咗出嚟，噔噔噔！啊屌，就咁樣。究竟係 sense 到我吉住呢個 GCS3？ 設定完成。咁啊，同個包裝上面顯示一樣啦。咁佢係一隻有。紅色背骨嘅 keyboard， 阿 Van 即係條粉皮咧，啊唔係 Van 是條粉皮咧，就原來特登問人哋，原來係有銀色，我係唔 Q 字，咁佢好醒目地咧就問翻 Logic 嗰邊咧，就問佢攞只銀色，咁但係我覺得黑色同銀色你俾我揀，其實我自己會揀，都係揀黑色，我而家咁樣試落去，撳咗呢幾下，那個感覺。其實好似茶族。啊，林仔啊，你使唔使搞下你嗰個乜嘢拎機嘅問題？你個留言嗰度全部都係話你拎機。呢個拎喺邊度拎出嚟？呢個拎喺邊度拎出嚟？我發覺我自己都有咁大鑊，咁啊！好多個嬲嬲啊！睇嚟你呢度咁，可能我要將條片埋單掉翻上去。去 YouTube 度再研究。咦？點解但我改完個 bitrate 冇反應嘅 ？Facebook 係咁嘅喎，好慢喎。我諗緊係咪 bitrate 走出嚟問題？如果唔係，就呢邊嗰邊問題嚟。